che ci arrivi alla Ravatana, signana da Patrizia, che pare di nasche a Pondoleta, a una timba sciulleta. Quando un tempo è in giro, attorno attorno a terra di Aram, ci ambieta lo sol come un specchio, e quando si fa notte c'è un fruscio di vento che si ammuccia dentro i fossi e reviglia tu che ci fa nascere numero d'erba. 欢迎本集意大利梦幻小镇和回到巴西利卡塔大区，准确来说是在马特拉省的土耳其镇。本镇被誉为户外开放的博物馆，在两条历史名河阿格里河和西米河间，居民有约5000人。图镇也是著名诗人阿宾努皮罗的城市，城里的文学公园还以他来命名呢。本集将会到访这个公园，还有其他的景点。事不宜迟，我们开始吧。欢迎来到图镇，在这里我比喜欢自己更喜欢我们优厚的传统历史文化与农业，而这些是支撑着本镇的事业。我们放在心里的农产品是橙，尤其是那些大于1公斤的橙。我们有拉巴塔纳遗址，在今年8月26日刚被提名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走在遗址中间，你会看到圣玛丽教堂，还有其他交错的小径，还可以呼吸新鲜空气，感受在石头中散发出的诗人气息。我们要多谢阿宾诺皮罗将这里的方言向全欧洲散播出去，他还被提名诺贝尔文学奖呢。E la voglia per la Ravatana, che amore che c'è morto, mamma mia, la portare neanche su una seggia, con menti fasci, come una maronna, con bambinella in brazza. E la sabato tempo che è passato, non torna ancora all'upazza. 在拉巴塔纳往下走，你肯定会看见圣米高教堂，里面有关于圣殿的篇章。继续往下走，你会到达阿宾诺皮罗文学公园。一进公园，你就踏在平民广场，中间树立着美丽的圣菲利普纳日教堂。圣菲利普纳日是我们的主保圣人，我们会在5月26日庆祝他的主保日。当天整个城市都聚集在圣人像前，在教堂旁是教区博物馆，现在幸得我们的主教威信祖俄洛芬诺，博物馆得以扩充。他经常赐予社区他的智慧与关怀，使我们脸上有光。我们的确感受到教会对市镇的关怀。再往下走，你会到达我们的市中心广场，这里有不少橄榄树在我们的标志上出现了，比如说你可以在我身后的横额看见它。图镇欢迎外来人，我想提一下，这里有阿尔巴尼亚人、罗马尼亚人及其他移民家庭在我们当中，因为我们的热情好客，他们也很快融入其中。往阿戈纳修道院途中，你会看到壮丽的沟壑，当然不少的绿灿灿的田野景色、农场与橙子农庄。一边看着风景，一边呼吸着新鲜空气、纯洁的空气，
欢迎你来欣赏我们美丽的城市。图镇也是土耳其拉格内格洛教区的教区驻地，我们一起来见见教区主教吧。我们身处教区的中心，土耳其是教区主教的驻地，我们有很多附属教区，但只有一个管理中心，四个教室一起住在同一屋檐下，每天一起生活与工作，不只是为了图镇，还为了教堂。最美丽的是奉献乡，社区生活与我们接受了一位患上阿兹海默症的教师。与其要求他去养老院，我们决定把他留在我们这里。教区大教堂曾连续四年开放，让教友对圣体表达爱慕，200个人昼夜前来，因为我们都相信祷告的威力。在乡村的教堂，虽然在1988年11月被摧毁，但经装修后，在2006年开幕。旧教堂剩下的只有灵洗盆了。我们还有圣菲利普教堂，图镇以前还有圣菲利普自主修道会。这个修道会在离开维琴察的那些神父与我们圣人的指导下成立的。圣菲利普与圣母安戈娜是图镇的主保圣人，而这里的人以农业第三产业为生，都是踏实工作的人。让我们来见证对上主的信仰，他在生而与我们同在。现在，让我们跟随着与我们同行的人，他们的脉搏，还有方几个教宗、教会。让我们互相关怀彼此兄弟，还有许多在这里的外地人。我们欢迎他们，这也是可喜的。在阿宾诺皮洛家中的博物馆其中一个房间，我们有幸尝尝由本地妇女预备的各种菜式。
皮尔日纳博物馆纪事屋。首先，我要谢谢所有一同合作烹煮这些图珍美食的女士们。我们由第一道菜开始吧。这是经橄榄油与盐调味的普切塔，然后另一道菜是卡法特里，又名拉卡特里拌甜椒和番茄。普帕池与番茄，这里的是通心粉配面包糠，由面包制成，加上辣椒粉与油。最后，我们有野生菊苣配宽豆酱，葱扁宽面配鹰嘴豆。包心菜与猪皮的搭配，还有公平使用的肉与甜酱、番茄和西芹一起煮。这是一道传统上在9月2日安居纳节上炮制的菜式，这里有肉酱，把肉与香肠和猪皮等混在一起。接下来我们有两种福克西亚面包，一个配肥午餐肉及香肠，另一个配香肠、茴香与豆类。这个炸鳕鱼配上辣椒粉与黑橄榄，这些辣椒先在鸡蛋上炖了，然后在鱼上加酸盐与橄榄、提子干与洋葱。另一道传统的菜式是萨波塔，用不同种类的蔬菜加上甜椒、茄子、番茄与洋葱。这里我们有特殊的甜椒，而薄饼则在上面铺了提鱼及甜椒。然后我们这里还有些自制的面包，是福克西亚面包里面塞了提子干。这盛沙拉加了辣椒粉与油，当复活节时我们会吃特别的甜食，就是甜甜圈铺满糖霜，还有白色的饼干配糖霜，香橙披萨点杏仁碎以及尼可塔披。至于圣诞节甜食，我们有手套加蜂蜜在上头，还有薄饼配鹰嘴豆，在底下那个靠近城的是烤无花果与杏仁。我们把红南瓜放在小碟上，配个从猪血弄的黑布丁。很多这里的菜都在阿宾奴皮罗的诗里解说过了。我们诚意邀请你来尝尝这里餐厅为你准备的本地菜式。现在我们来到古老的阿拉巴塔那区，探索在圣玛丽马基里教堂保存的宝藏。我们身处在阿拉巴塔那区的圣玛丽马基雷教堂，这里是图珍最古老的基督教建筑物，在1546年以大学礼拜堂形式建立了。建筑的结构简单，分为三部。16世纪版本的教堂可惜都没保留下来，在门廊对面的壁画画了福音者圣卢卡与圣马可，可追溯到18世纪。我们下面来看色纳彻里壁的植物。在教堂里的十架苦像雕砌在精美的木头上，是大概15世纪后期到16世纪早期的作品。这里还有中世纪晚期的三联画，画家是奥菲达的大师，他活跃在1340到1355年，属于吉诺图学派。
教堂最古老的部分是大约7到80级的墓穴，虽然17即18世纪时曾经有改动，整个周边的画像成于1547到1550年，主题是圣母，出自乔瓦尼·托迪斯科之手，他是西蒙达·弗洛伦斯的追随者。在墓穴里有以石头堆砌成的场景，由阿托毕鲁达·蒙特斯卡里素与萨纳沙奴·帕沙达·阿勒萨奴在1534年完成。我想提一下的是，我们在准备改善与宣传教区博物馆的历史与文化遗产价值，不仅为了图镇，也为了整个土耳其拉格内格罗教区的利益。每年在图镇有很多游客为了参观阿宾诺皮洛文学公园而来，我们听听公园主席的话。La notte prima di parte me ne inchianeva allo balcone davate e a lei sentì i grilli che cantavano a mucceta。欢迎来到阿宾努皮洛的故乡，这里现在是纪念皮洛的文学公园的总部。当他在1995年于罗马过世后，他的女儿丽塔把房子捐给了马特拉省政府，因为他自己住在罗马。皮洛曾被三次提名诺贝尔文学奖，而在1988年是他仅排第二。皮洛在少年时吃过苦，而由于他错过了母亲的葬礼，他开始用意大利文写作。当从罗马回到他家乡图镇时，那是1959年的9月，他写下描述他在这房子天台感受的诗歌，还以图镇语表达出来。诗歌名为离别之夜。从此皮洛的作品与河流很有关系，在这里他的作品无数，很多都被翻译成不同语言传遍欧洲。这文学公园由阿宾努皮洛研究中心在2010年开幕，为了纪念这位诗人，在整理他的遗物后，他在罗马的图书馆与美丽的工作室被搬到这里来了。在这里，大家都可以在天台上感受皮洛取得灵感的地方。我们还安排了在一个小房间放电影，给有人机会能直接听听皮洛的声音，让他的名字能传扬出去。这房子有3层楼，在底下一层，那里曾经是由皮洛姑妈们打理的邮局，他们也负责照顾小时候的皮洛。我们设立了皮洛作品的展览，
纪念这位诗人逝世十周年。Portano sopra che pa casa nacata e la reina strinda che na mena ma o grazia vazeta na forte che in picca 最后我们到达再往下以前皮洛伊家的仓库，现在我们把它打造成诗歌博物馆。最近开馆的决心是因为有很多游人独自前来，慢慢形成了一条在寻找皮洛作品中激发思维的路。例如奉献给圣母安古拉的诗歌，歌颂他将会保护图镇的人民与教区。我们启用了新科技，让公园可以更自动，比如说在皮罗曾经提及的建筑前介绍牌上加上二维码，让游人能登入网站，在公园里自我引导，直至走到拉巴塔纳去。那里是皮罗活动的中心，因为他记得年轻时母亲在那里逝世，所以那里也代表了皮罗与这个村落的关系。Camizze di guagnone e d'organetto e batteria e trona da tamburra ma iena voglia appena la matana camurra che c'è morta 我们公园是文学公园网络的一部分。三年前我们有幸招待史丹努·达马山尼，他亲自查看了在拉巴塔纳的圣诞表演，而这表演代表了图镇的日常生活面貌。由图镇活跃及热心合作的本地协会举办，他们积极与镇政府及图镇教区大教堂合作。E non torna ancora a lupa现在我们来拜访巴西利卡大区与图镇的明珠安古纳的玛利亚圣提斯玛圣所。欢迎来到安古纳的圣所，我们从美术与修灵角度来说都很吸引，现在是国内外朝圣者及艺术爱好者的必到之处。美感可以是来自上帝的特点，与信仰及灵性有关，这就正是我们接下来介绍这里建筑的美的主调。从建筑角度来说，这里非常简单，是从拜占庭时期11世纪的修道院而来。当时的建筑师把整个圣所的蓝图都计划好了。修道院有三个令人惊艳的走廊，在外表已经有三个看点。第一，在外面充满阿拉伯风格的半圆形后殿，拥有三重拱与华丽的飞浮壁，是阿拉伯风格的写照。
这里还有另一种风格，就是罗曼风。在教堂的门口，可以清楚看见这美丽的门廊。在天花上，有神秘的羔羊，代表着耶稣的死亡、受难与复活。在旁画着四福音者。进来教堂时，我们可以欣赏到壁画。北边的壁画内有造亚当的经文绘本，而这些壁画独特之处在于他们画出了无缝的地平线，这是对于拜占庭风格来说是新的，还有对于观察者的信仰也很独特，因为他会马上注意到救赎的历史是连贯的。另一个基本的部分，除了风格混合以外，在壁画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些阿拉伯文的刻文，这些是安哥纳不可多得的宝藏，而这里也引以为傲。我想在来年希望可以对这些课文的解释有更深入的研究，这些显示了拜占庭对东方文化的宽容与各个宗教间对话的机会，而安哥纳可以是这些观点的先驱者。这地方由修道士们坚守着，还有些修女帮助照顾周边的环境与圣所里修灵的修行，我们为小组提供进修机会，包括持续的祷告与灵修时间。做个总结，我在此以本地话敬个酒，美酒相伴，白与红酒，祝你健康。托尔西镇是诗人阿宾诺皮罗的故乡，这里多姿多彩的景点等候您的来临。若想重温意大利梦幻小镇各集，欢迎浏览我们的网站。图镇之旅告一段落，再见。